明白了，咱们俩还是级别不够。才知道呢，吃饭吧。你为了让公司的人不说你，什么事儿？如果你安插清新滥用职权，你就让我自生自灭吗？可你跟同事聊不挺好的吗？啊，你说那个，那些全是烂桃花。赵董，今天怎么来食堂吃饭了？给我打份饭吧。好嘞，赵董。领导的菜就是比普通员工的好吃。赵董，你的饭好了，你想坐哪儿吃呀？你自己吃吧。哥，叫杨总。杨总，怎么的？你头真大。 都给你了，来，感受一下领导的待遇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两个什么关系。你怎么还跑来蹭车呀？顺风车嘛，环保。再说了。 有我在，就不会有那种没眼力的女人过来泡你。说吧，是不是你嫂子让你来会司的，然后来监视我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跟你嫂子的事儿，你少掺和啊。哥，你是不是喜欢赵颂文了？你跟嫂子摊牌了吗？我有什么好摊的？ 我告诉你，赵颂文那种女人，她的人设永远只能是她自己，而不是谁谁谁的老婆。你懂我意思吧？谁都应该先是自己，然后才是谁谁谁的老公，谁谁谁的老婆，谁谁谁的儿子。我去倒杯水啊。 吃个西瓜。